共共表演过几摆哈，要来跟摆腰，现在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钢管辣妹，来金欧大阪秀高中红百变女王，来跟摆小蕾蕾，来先唱歌哈，最最最谢谢，来红声综艺传播，来咱进行这部，今麦来跟摆个歌曲，最最最，来咱等下也阁有特别节目，来要跟摆着咱的好朋友来跟同欢同乐哦。是记袂掉哦。那你最近即马这个声的状况，碰到新明星的福气，中肥不少，啊，买啦，起起，这是。啊，我有声就好。你对家己本身自我要求算嘛无悬，对不对？无悬啦，无悬啦，无悬啦。都
只哈咧讲饲饲巴家己就好，你是讲有声就会打啦，吼，你实在是骗嘛，你骗啦，没关系啊，未去到小姐好人客哈，安尼无要紧，安尼人生性容易完整嘛，无你啊，你啊，嘿啦，一直听人讲安尼文家，你的意思是讲，那有人较会养乌白想，我就想，那听人安尼讲，那讲到拢甲家己过袂去安尼啦，无必要啦，嘿啊，你白教恁娘，甲我先天生自然就是安尼尔，每一个人的声声，迄个唱歌的方式，都亲像讲，大家人拢受学，但咧表演更讲的功夫，他也不可能都一模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的强势，你的优点，都袂播得世纪的嘛，听你的歌声就知讲，等下大家。我搞路的你，哎，我甲我的传播精神、光辉、精华，甲你溃烂，吼，撒娇，无啦，你若讲撒娇是较客气啦，差不多我甲统计过，差不多十三个啦，十三，过十三娇，怕被加分，男三关系无问题，哎，那要十三娇来检查跟讲，你讲啦，检连连查都对啦，无啦，查来讲，咱就不管是咖啡嘛，得红茶，哎，都查来。差距都是关巴比的主人啊！你卖油吼，三八七卡婆婆遐两箱的你啦，好啦，啊，我要叫较耐，要叫，因为都闷啦。你安尼我误会大，你人家若要叫较耐，卖用叫你用切，好无？用切，吼吼。来，即个来，喘气一定要叫起来，喘气啊，要叫起来。你若像我这有喘气，无喘气拢无足大变化，我全部都白烫烫安尼。好啦，这一首歌要甲进行钢管秀。嗯，继续安排欢迎。跳恰恰，谢谢。来来，干百花可以跳恰恰。感谢，感谢。
停在金秋区哦，哥哥，厝前厝后一台宝，暂时送给厝内宝，就得给小人家了，就请你们欢乐，谢谢。谢谢，掌声不停，来继续发挥，安排进行钢管秀舞。来，卖我那个歌边在现场等了有较久的时刻，咱所以咱舞台顶啊，搁一摆来搞进行穿插哈。来，咱拄下有强调，每一个钢管辣妹全是钢管啊，拢各有特色，各有成就啊。咱即摆这时刻来个进行表演，来管上功夫。辣妹一出手，便是有没有内行人看门道哦。来钢管秀，好来更动尊比出交变鬼样啊！半空旋转，八股雷性哈，咱赶快注意情就看看我先上我的。我这个收放自如，雷小动作哈，简洁利落。来，大家进行来特技钢管秀舞。敏感哈，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哦。好，我们请先生把他第二回合的作品。来，感谢咱即马这个会客，钢管咱们小丽丽，谢谢你。来，非常赞咱的钢管特技表演哈，感谢咱的好朋友林宏宇，苏金贤送，祝福你满面春风，健龙有功，做代志闪财风，生活上过得非常的轻松，祝福。